是吗？上次其实我是上去二楼，然后因为我们点啤酒还是要有人倒嘛，所以他也没有叫我扫扣还是什么之类的，所以我现在我也搞不太清楚。过去就知道。但是至少我上次去是 OK 的。可是，宝宝，你有账号吗？所以你一定可以进、我们一定可以进去的。好像是小姐帮我开的，我才上去。反正可是我上去他，我上次去他根本就没有。Let's go, let's go。没关系，没有扫码。结论就是每次都不一样。Seven X。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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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这里有 Seven X。小心车车啦！小心车车，蜡笔小新。